你在哪一刻发现了生活的美好？每天从早开启全家的营养与健康，在汗水中感受身体的能量与活力，与一群人分享快乐，奔赴健康。正如世卫组织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兼具身体、心理与社交关系的全面健康状态。60%取决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安利纽崔莱作为全面健康推动者，响应国家健康中国战略，依托营销人员大健康社群，推动公众提升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公众健康认知。2012年开始，安利纽崔莱与权威机构、媒体、专家合作，打造营养中国形象。11年来，坚持普及公众营养健康教育，累计覆盖过亿人。2022年，为响应健康中国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营养中国行全面升级为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全面健康素养提升计划，合作大健康领域权威机构、媒体、专家，线上线下推动健康科普传播，还通过冠名合作央视新闻健康公开课，以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的身份联合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跨界合作得到给忙碌者的营养健康系列直播和任军老师健康行动记，携手众多知名主持人及权威专家，向大众普及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2023年，纽崔莱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还携手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中国居民早餐营养健康模式，通过央视公益广告等形式倡导大众早餐要营养足量均衡，按需科学补充。安利纽崔莱成为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通过一系列权威健康科普栏目，深度传递科学健康观念，为健康家庭、健康社区、健康城市发挥实质推动作用，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安利纽崔莱深耕营养健康领域90年，是全球有机种植和植物营养素研究的先行者，坚持优选优育的原料、优质纯净的成分、优效科学的配方，打造绿色低碳的营养保健食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作为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坚定推动者，安利曾两次参与13-5国家级科研项目，推动中草药现代化的研究和应用开发，依托科技创新不断丰富和拓展健康产品，依托大健康社群定制个性化营养健康解决方案，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公众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也是安利纽崔莱作为全面健康推动者重要的使命。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全面健康素养提升计划线上联合腾讯健康搭建我们行动啦微信小程序，超30万注册用户，组队打卡，互相陪伴鼓励，一起学习健康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线下依托全国近100家健康促进科普基地和专业人员的健康服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社群活动。目前已有60000余名安利营销人员通过了中国营养学会的专业培训和考试，取得营养健康顾问认证，运营着超10万个美好生活社群，陪伴上千万大众提升健康素养，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安利的大健康社群也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高度重视。其跟踪调研并发布的《国民健康生活方式洞察及干预研究报告》显示，健康社群是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推广和健康素养提升有效的干预形式。安利纽崔莱将始终陪伴和赋能大健康社群的持续发展壮大，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安利纽崔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